连锁超市买东西消费满额还能送漫威公仔，但有民众拿到黑寡妇发现大小眼，或是美国队长胡子没刮，眼神怪怪的。有人说惊奇队长造型像蜡烛，甚至被调侃复仇者变成复则丑联盟，英雄气息全失。超市当时表示豪砸两亿，漫威系列公仔都是正版授权，内部细节多，工厂制作多少会有瑕疵品，有一律可以找客服替换更新。活动一推出，复评排山倒数而来，就有网友目击到门市角落放置公仔回收箱。不止一名网友看到住家附近的门市放置公仔回收箱，疑似是用来回收瑕疵公仔，被讥讽是漫威恐怖箱。还有网友看到超市官网有抽终极版公仔，也让不少人期待会长什么样子。